奇怪的 CP 又增加了，快来一起刻心心相印。哟，我都挺好的，安琪、孙瑞，我都是喜欢跟特别真实然后很搞笑的人玩。我跟刘雨欣关系也特别好的，她还叫我舅妈呢。填志愿，你想选哪个？我们怎么都想选 Slay 的，我其实也想选 Slay 的。你也选那个啊，刘雨欣？你选嘛，我带你，我带你。训练生刘雨欣，训练生虞书欣，请上台。两个星，刘雨欣、虞书欣，看来名字有星的都很厉害哦。手收。青春有你第二季明公布的第一名。亚洲音乐集团刘雨欣。刘雨欣，等着姐姐。你磕到了吗？虞书欣澄清甩开刘雨欣的手，我当时台上很紧张，哭得很惨。刘雨欣握住我的手，我也很奇怪，原来手心是有纸巾，好贴心。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大家不要乱想好吗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。哎呀，今天李佳琦不在，全体女生告诉我你们喜欢什么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拿来。别，哎呀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得把佳琦哥请出来了。你说话大声点。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得把佳琦哥请出来了。这么快吗？我还没有待够这个主播的位置。你拍哪？在这里。哦，这里有，来吧。不是，大家各位青春制作人们，刘雨欣现在有点紧张，你们给她一点勇气好不好？给我们点掌声鼓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念出我们的口号啦。青春有你，心愿有你，我来了。你选的是这首。对不起，我在这边。杀了我的眼睛，舅妈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小公主，小舅妈，消消气，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刘雨欣，你要哄我的办法来了。怎么哄你好耳朵？来。你觉得什么样的是你心目当中很漂亮的女神的样子，或者是你想成为女神的样子？正能量吧，皮肤要那种白皙一点，就喜欢白白的，性格要好。那我就是你的女神啊。你是小舅吗？我就又白，然后性格也不错。我感觉我要现在退出这个战争。快买它、不买就要窒息了，快点。虞书欣，算不死。没关系，许佳琪。没关系，许佳琪。Cheers， 合作愉快。还有你。你们愉快就好。你们愉快就好。